咱们看 different 和 interesting 这两个词，按照拼写来说呢， F 后面和 T 后面都应该有个 a 的音啊，可是我估计咱们大多数人都不读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英语中的所谓省音现象，英文是 elision， 说白了就是偷懒，那些原本该发出来的音为了省力气自然略过，然后久而久之居然就成了被接受的读音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兔老爹？你居然不相信我，那我只能放大招了，请看。 Differen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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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terest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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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teresting。 与此相似的还有 similar 和 family 这样的词，也许你会问，不对呀，我好像听老外 similar 和 family 也是会读出 M 后面那个音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有的词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省音，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省音是 optional 可选择的。请听 family family similar similar to lamb。 另外除了像 similar 和 family 这样可省音可不省音的词，有些词中的字母是一定要省音的，比如 debt subtle no knee right wrong， 其中的 b k w 都是不发音的。兔老爹再给你看一些例子： Christmas sandwich handbag history factory mathematics。 好，刚才咱们说了英语单词中间的省音，那么词与词之间可不可以省音呢？咱们看 last year 这个词组，这是个非常适合讲语音的例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出现了色音，也就是爆破音 t 后接 year 的开头这个 y 半元音。那么你可能知道 t 加 y 会发生同化现象中的融合现象 coalescence。 如果你不知道，请参见英语兔的同化和异化视频，视频传送门请见下方。所以 t 加 y 会读作 ch last year。 相似的还有 nice to meet you， 但是这里其实还可以被直接省略，也就是省音，读作 last year。 当然如果你不读融合也是可以的，那样 last year 的 t 就会发生无声除阻，或者说不完全爆破，失去爆破，失爆。不了解的同学请务必看一下同化和异化那个视频。请看例子： last yea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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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不管怎么样，请你千万不要读成 last year，这里的 t 后面可别加一个不存在的中央元音 a， 这也是咱们中国人常见的错误。以上就是所谓省音 elision， 有的人也称作吞音。但是为什么兔老爹我不太喜欢用吞音呢？因为吞音有些模棱两可，很多人把喉塞音也称作吞音。什么？你不知道喉塞音？比如美式英语，也就是美音中的 certain written mountain 结尾的那个音就是喉塞音，英语是Glottal stop， 国际音标写作这样。如果你不了解，请参见英语兔辅音视频系列的 t d， 里面还提到了字母 t 的很多种不同发音，比如 top stop setback better button winner， 视频传送门请见下方。还有冰激凌原来叫 iced cream， 直接翻译就是冰冻了的奶油，但是这个 iced的结尾老是被人们省音，所以后来就演变成了 ice cream。 所以啊，你看啊，冰激凌里面有冰吗？并没有，对不对？说有的，你可能吃到了假的冰激凌或者刨冰吧。其实你可能发现了 t 和 d 这两个音经常在句中被省音。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经常被省略的音或者说字母，第一个是 h 和，比如 get him teller，这个英语叫做 H dropping。 这一点上法国人表示很无奈，因为法语里的 H 基本都不发音，所以法国人都是说 Abbey Out Shanghai。 你别说法国人了，连母语人士有的时候都会省略啊。 Huge tax But under our huge tax cut 请大家不要学习建国同志。另外一个经常省音的是 G， 英文是 G dropping，它比较经常在美音中出现，发生在动词 ing 词尾，而且往往写成这样表示省了音，比如
Are you listening? 省略了 listening 结尾的嗯。Singing and dancing， 这里 singing 和 dancing 的结尾省音，连 and 也省音成嗯。How you doing？ 这里 How are you doing？ 除了 g dropping， you 还被省成 y， 而 r 整个被省掉了。怎么样，老外尤其是美国人挺能偷懒吧？你别看这个小小的省音，它却对我们非母语人士造成很大的困扰，因为总是像听到另一个词啊。所以省音现象你一定要知道并熟悉。咱们下面用美音总结一下，单字内省音，通常省音 different， 可选择 similar， 必须省音 debt， no， right， 单词间省音 t 的省音 last year， d 的省音 you and me， h dropping， tell her I love her， g dropping， how you doing？兔老爹最后再多给你一些单词之间省音的例子，请好好练习哦。当然练习之前请先三连一波吧。Next door， Most common， Must be， You and me， Give me that， What's his name。 好的，这次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英语兔有用，那啥，不用我说什么了吧。十分感谢，咱们下次再见。